好，准备好，挑战开始。两个字，第二个字。八猴马鸟蛇八鹤。母鸡 yes、第一个字再想第二个字。斗鸡啊下一题好四个字啊立正立第二个字我哥在你后面你啊啊啊啊三对对对最后一个字儿波哥是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第四个字跟他有关系跟他的名字有关系战神为王正确啊 OK 好这个厉害了圆啊四个字啊大这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大海捞针大海针啊哎呀妈呀这个太适合我了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啦妖娆招蜂引蝶四个字第一个字哇开花花第四个字这是下一个哇好厉害的功夫啊世上还有此等高人过江龙五个字轻功水上漂正确下一题四个字今天有一个老师上来以后跟大家说啊我演的是啊三国演义第一个字是三顾茅庐对三顾茅庐正确耶、yeah! 好下面这个哦哇厉害了就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几率很小但是发工资哇中彩票哇这孩子吧你知道吧这孩子嘴有点碎好中空你在这比速度你知道你出这题这算个题啊时间已经到了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耶、yeah!终于来我们继续派人实战这轮家族队派人比划我们俩好不好加上那个欧阳老师你比划我跟欧阳老师两个人猜那我也跟欧阳老师吧我们截胡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截欧阳老师的胡欧阳老师小欧阳老师好对腾哥空降兵对对对你不要垫脚垫脚要垫脚没有用我们这里可能需要苹果箱对好挑战开始跑步奔跑的小猪三个字我猜你演过什么
贾宝玉。回答正确。耶、yeah! ！哎，哥，那这是什么？有这情节吗？不是我很轻松的。我们站着吧，站着我们看得清楚一点。时间有限啊，来继续。四个字。四个字。这是啥玩意儿？这是啥？游泳，跳水。游泳跳水，跳崖自尽。第一个字，拉。长。长。长发飘飘。开壶，开眼。第三个字，梅。长什么不？长。长生不老。回答正确。哎，欧阳老师有点厉害呀、啊。漂亮。第四个字还不明显吗？不像长生不老啊。你们俩是不是回头看了？不可能，他这么正直的。你俩把手给我伸出来。继续继续。四个字。沈腾疯了！哭笑不得，哭笑不得。乐极生悲。哦，正确。乐极生悲。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哎呦！哎呦！三个字。三个字。妈呀，这个太吓人了！哎呦！咦！美男子，美男子。林黛玉，哦，回答正确，哇，厉害了！贾玲，你怎么猜出来的？他就想变成林黛玉，我的天哪！三个字，三个字，咦，蜥蜴，林黛玉，林黛玉，蛇，《白蛇传》。新白娘子传奇，青儿，白娘子，前面俩字都对。西湖，白娘，白素贞，白娘，白娘娘，白娘，雷峰塔，白毛女，白毛女，白蛇传，白折腾一阵，憋死你我！我忘了这个人物形象是什么样了吧？过，白蛇飞，这可以，这腾哥本腾哎，三个字。丑，憨豆，太丑了。丑八怪。哦。哎，你饿？金凯瑞。金凯瑞。变相怪杰。这是四个字了。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脸。瓜子脸。大饼脸。脸盘儿。脸盆不是宋小宝，吃西瓜，大饼脸，大饼脸，这是啥？这是过，下一个，一个字，折折，囧，哎，对了。还有最后一个词至关重要，四个字，狂风暴雨，狂风吹人倒，弱不禁风，回答正确。这一轮啊，3-3啊，打平，不错不错，就这演技，我的天哪！不愧是我上一季的队长。接下来这一轮升一点级，两个人比划，两个人猜，可以合作搭档表演一个词儿。好，我和花花比划。我接一回、啊。好，双方都准备就绪了啊。不许往后看啊！挑战开始。哈哈哈！当当当当当，你弹，古筝，当当，古琴。哎呀，我看看。对
对牛弹琴。啊，这里边有没有人呢？还是就他一个人呢？嗯，西门庆，空城计，正确。哦，空城计。说可跟人偷火的那个，喷火的那个，烧你，烧你，哪吒闹海，红孩儿，红孩儿，怎么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见，他把我们挡住了，八个字啊，我火陈宇，啊，哼，我恨死你了，我看到你我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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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火眼金睛，八个。首先，我们俩的关系是仇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确，张老师。正确。哎，啊！坦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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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花枪，美声，不是，超级无敌高。海豚音，正确。哎呀！哈哈，海豚音，刚才那是海豚音吗？我的天哪，凑合听嘛。我以为喊救命。四个字。我这样。哎，这是。大便。这样。活人，大便活人。四个字。哎呀，当今这个形势，乃是。当今这个局势，乃是。三足鼎立，正确。哎呀，演得好，演得好。哎呀呀！不是，那我确实想不到，这两个组是这样，一个组是这样。哎，博哥，这是这种行为，相当于四个字，多余死了。我想想啊，站住！咋咋呼呼，哎，把钱拿出来，来，后两个字是截胡，呼呼，快来！哎呀，我来，泼水，泼水节，然后赶紧的，把钱拿出来，泼水，趁火打劫，正确。哇，博哥！哎呀！啊，四个字哦，野人，猿人，啊，猿人泰山，星星，啊，还是那个星星。泰山，人家说对了，前两个字是对的。人猿泰山，泰山人猿，泰山压顶，正确。好，郭嘉老师抢答正确，还有最后一题。是泰山压顶，太棒了。哇，这个一幅四个字，一幅什么？四个字一幅画。四个字一幅画。蒙娜丽莎，正确。I love you。蒙娜丽莎，你都猜得出来？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猜的都是这个，离现实越远，我就觉得越准确。现在4-4打平，还有最后一题。啊，这个，腾哥，我跟你真的是。心有灵犀。心不合。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演员队啊！敲击敲击，博哥太聪明了。好，
好，来再次互换一下。好，来最后一轮，请队长派人，两队各上一个人演，两队各上一个人猜，没有截胡。我们腾哥比划，小童猜。博哥你来猜，我来比划吧。啊，你来猜，黄渤比划。行，我反正哪面都强，没事，你再给我放哪儿都行，知道吧？咱们走。好，看两个年轻的啊，咱们两个脑子快。准备好了啊，挑战开始，第一个词。七个字，沈腾真的老了。第一个字，第一个饮干，一醉解千愁，醉，快了快了，哎呦，好久不见了，来，再喝吧，这继续，这才九杯，99杯，九不。再猜不出来，我俩就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四个字，相敬如宾。我靠！再演一遍。我靠！我靠！笑里藏刀。哦。你竟然没有看出来神经病吗？过。还是四个字，贾玲躺着了，完了就波兰西波涛汹涌。这什么，离得已经很近了，峰峦叠嶂，波涛起伏，波澜壮阔，越来越近了。第二个字叫什么？这不是，这是什么？这两个你们是合作的在演吗？合作。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二句就是这个，这个，这都猜不出来吗？过，下一个。第一个字，风油精。第二个字，皮揪咸皮。皮的里面是什么？肉苦肉计。正确。聪明，太聪明了。四个字啊，不是我就演最后那个字。摇摇铃，掩耳盗铃。耶、哎！聪明。四个字啊，四个字。损塞。宋小宝。第一个字。送刀，小刀，宝刀未老。正确。好。六个字。就他长得怎么样？丑。哎，好。对，他。就是那个。从外边要回到哪儿啊？家。第一个字是家。第二个字是家丑不可外扬。你瞧瞧。耶，小童答对了。还有30秒钟。哎呀。好不相识。最后一个啊，两个字，啊，
贾玲。太厉害了。我先问一下，怎么就贾玲了吗？刚才就是形容一个美女吗？不 是吧？刚才你给我好好说。我哥这样，然后我往左一看，我看贾玲姐，然后眼中带着恨的眼睛。没有没有，你这不能挑起事端来。我确实说的贾玲，但是你想错了。我说你没看我的手是往外翘着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说这个腿已经支撑不住上身了。来，有没有人来扶我一把？扶我起来。行了，腾哥，演的时候没见你这么嘚瑟。你在这个环节当中，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演员队。恭喜。好，这轮你要面对切换的方式是男女不同的表述方式呀。那腾哥在行啊。挑战开始。你可以说话了啊。啊，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当然，气势男儿。得他们猜出来，得他们猜。我以为游戏都变了呢。你可以说几个字儿？四个字儿啊？那再来。四个字儿。骑电动车。电瓶车。拐弯。换情绪，换身份。为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舒服了？这怎么了？这过山车。四个字儿。飞驰人生。嘎啦嘎啦啊！骑马，那个旋转木马，好，正确。哇，很惟妙惟肖的那个表情。三个字。变女生。不倒翁。不倒翁，对了。四个字。僵尸，游走四个字，行尸走肉。哎呀，太快了！你太有文化了，我的天哪！你还是个文化人。四个字啊，娇艳欲滴，破茧成蝶。哇！三个字。三个字。女生。什么玩意儿？这是斗鸡、斗尖、怀孕、肚皮、肚皮舞。女生的啊，现在还是。四个字。就演呗，你快点呢。不好比。什么呀？这是男生。我刚才表不是男生的。这老太太什么呀？这是腾哥，你戏路怎么的了啊？有局限了。第二个字啊。开进缝入。后两个字。飞入飞飞。哇，想入飞飞。哇，入飞飞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入飞飞。好棒啊。那个请检查一下华晨宇的麦还好不好使。娇艳欲滴，妖娆不行。骑马，那个旋转木马。想入非非。哇，什么东西？稍微出点事儿，花花啊，花花在那猫冬呢啊。
参与很重要啊。下一题，下一题。打字儿。女版。星星。泰山。金刚。花花，你随便说点什么。好。仨字儿。惊讶。消防员。灭火。灭火器。哎，正确。现在还是女版的啊，女版的。快点呢。怎么这么四个字啊？啊！我的妈呀！春心荡漾。春心荡漾。哎，虽然你说的不对，但我很欣慰。第三个字。晃柳摇。再说。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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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姿百态。很接近。千姿。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对。千和百。签什么啊哥？牵手观音啊！没时间了。签签百，千和百，千花，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千方百计。回头看看，千娇百媚，这么难吗？哥，你这个娇。这个对不起，这个那我应该演这个是吧？小产品粘上了，如果演这个胶是吧？这个我们是那什么，我们词汇量大少，总体挺好。我觉得前面猜得很快，可以的，对对对对对对，我还好，没有特别增加难度，尤其是千娇百媚没增加难度，向着自己人，对不对？特别想让花花开两个口，一直不开。本轮答对八道题，相当不错，相当很厉害了啊，很难超越感觉。来，麻花队。走，李老师，刘老师，我也去啊。你猜吧，你想帮着猜啊？对对对，您这么博学的人，一定得让您来。我基本上猜不出来。来来来，那就是我没比划好。这轮沙溢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你的描述过程在普通话和地道方言之间进行切换。可我方言东北话，跟普通话很像。有其他地方方言会不？纽约河南话什么类似这样的啊？不太会，反正我瞎说吧。好，挑战开始啊！三个字啊，三个字，三个字啊！哎，东北人平时爱睡炕，火炕。第二个字对了啊！第二个，第一个啊！哎呀，热炕。热炕头。也对，对对对对，还是方言。也这个炕。直如疾风，势如闪电。直如疾风，势如闪电。这个看我的动作啊，这是啥嘞？葵花宝典。这是啥？耍？这是耍？这是舞舞？这手手？对对对了对了，这是什么？云手？我拜占堂。葵花宝典手。拜占堂的。电梯。听不懂说的啥。这是什么武功？什么拜占堂？拜占堂的葵花点穴手。好。对了对了对，全都浪费在交流上。对，四个字啊。第四个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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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笑。对，哈哈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开怀大笑，捧腹大笑是吧？也。方言啊，第一个，汪汪，狗啊！哎，你们那个汪汪说的是普通话啊？汪汪。第二个，狗急跳墙。哇！
两个字啊，两个字，说这人呀，这啊，有气呀、啊，闹心，有气，胀气，憋哎，有憋了，错。下一题，啊，四个字啊，四个字，这个给你个普通话。哎呀，就是月份牌大饼 ，vivo X23，说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什么呀？开阔。对对对，意思是对啊，开阔啊，广角，广角，广，对，四个字，后面两个对了啊，前面那个说是，哎呀，超大广角。哦。还有二十秒。十个字儿，签两个字儿。瞪眼，对眼，鸡眼，凝神，后两个字儿。瞪眼吐舌，狗眼残喘。狗眼残喘。第二个字儿是晃眼。文言文说这是什么？文言文，木。第四个字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蛇，抽结蛇，好了，本轮答对六道题、啊，到了，到了，可以了，你这个表现的，这还有没说的呢？我就想知道说的哪儿的方言，哥哥，我也不知道呢。接下来是双人表演的，老帽，这咱们没有人家年轻 啊，人家那队伍就不是马林肯定比划的比较。马林也是够棒的。马林，你上来叫马林，你看。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温柔和咆哮。小花和张姐。花花，你温柔是什么样子的？平时就很温柔，就这样了。嘿嘿嘿嘿嘿嘿。那你咆哮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嘿嘿嘿。啊啊啊啊！捶你的胸口。拿小拳拳捶你的胸口。好了，温柔和咆哮互相切换啊！挑战开始。现在是温柔的。三个字是一个动作。大马猴。温柔温柔的，小云姐，就是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坐在。乘地铁。差不。咆哮。差不多。啊！那不是地铁。不是，但我们俩很。哎，挤公交。对，又。温柔的，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对，四个字啊，张柏芝演的。最后两个字是那个。吐。河东狮吼。温柔的，啊 ，sorry， 啊，好贵啊，啊，下一题，咆哮的啊，八戒，你不要再追我了，我要走了，哎，你演哪个？你不知道吗？对，我是八戒。告老庄，大孙悟空，抱着我的玉兔，嫦娥，嫦娥奔月，哎呀，正确，哎，想跟我抢嫦娥这个角色，你是长城奔月，下一题，这个四个字，第一个是温柔的。可以啊，这个尾巴，这是第二个字啊，摇尾，耶，起连，
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那个我们去公园玩那个就是蹦极。那个，哎呦，好棒哦！好吓人呐！哎呦，好棒哦！呀，有这儿，好像好荡啊！那个好荡啊！这什么东西？一个，荡秋千，海盗船 ，yes， 看，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会做吗？怎么？是一种武功。哎呀妈呀！扫堂腿。看给俺逼的。好，下一题。喊。这你来演，你来演。猴子，你演。几个字？三。咆哮。我的腰。水桶腰。有腰了。说错了。肯定对了。肯定是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会猜对。啊，下一题，咆哮。沈腾，以后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四个字，温柔。沈腾，咱俩以后老死不相结婚。第一个字是一个数字，第三个字也是个数字，六亲不认，一拍即合，一箭双雕。前面是对的，一拍是对的，一拍两散。哎，对。啊，花花跟张姐两个人，小张姐请你吃饭，不是张姐吗？张姐请你吃饭。咆哮起来。我们花花和张姐两个人，我们俩在这里，从此以后就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结婚了。哎，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哗哗哗，大海。海誓山盟。哎，我们这轮可以啊。咆哮啊。后来才发现我跟花花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俩是亲兄妹。然后第三个字是亲拉亲手。哇，我们俩真是亲亲如手足。哎，还能拼一个咆哮啊。哎呀，但是所以张姐跟花花两个人真是无比登对。容易的反义词是不容易。雏鸟，快！简单的反义词，难呢？难，对，难上加难。一，难解难分。耶！我这都能猜出来。逼着往出吐字儿。时间到了。真行哈。我最勉强最难为人的就是这个。哎，这小胖手小胖脚都差不多大了。这轮有没有发现腾哥爆发了？他是主要为了埋汰我。不是，都让茂哥逼的。茂哥就在旁边。
厉害，保险啊！几个？我们几个？这轮答对了9个词。哇！压力太大了，你们。我不应该给自己的单位出这么大的难题，压力太大。而且我们花花生动地演绎了他和张姐的一段爱情故事，从无到有的故事。好，来互换一下。你看不出来，我把这个机会都让给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猜到你会猜对。水桶腰这是绝了，秒答！我说我的腰，水桶腰。好，大老师玛丽来演。也保佑我们啊，加油孩子们。好了，这轮你们要面对的情绪转换是开心和悲痛。哦，从开心开始吧，好不好？来，挑战开始。好，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四个字。我怎么说？不是，应该找四个字是吗？对，哎，四个字，变情绪。开心。然后最后一个啊。玛丽。对。第一个。1、2、1、2、3、4、5、6。七，对，骑驴找马，对了，啊，好，北统啊，来来，第四个字重叠的字啊，最后两个字是爸爸的媳妇儿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妈妈，哎哎哎，前两个，老公的妈妈叫什么？婆婆妈妈，四个字，开心的，开心的啊！挤眉弄眼儿，哎，对了，对了，对，换了，开心。俩字儿，来来来，来来来，好吧，悲痛的遛狗，这狗哪有人遛啊？这狗是要吃的去了，这是缺，是缺的，来下一题，是缺的。俩字儿，是缺的，碰碰瓷儿，死了，俩字儿，急救，大老师，那题已经过去了，哦，已经过去，啊，八块什么？腹肌。哎，对，来，啊，下一题，悲痛啊，悲痛，悲痛，悲痛，四个字儿，第一个字儿，吃，嗯，第二个字儿，我是个什么人？大，不是男人啊，对，对，知男，怨女，耶，对，哇，好厉害啊！哎呀，下一题，下一题，三个字儿，悲痛的哈，哎呀。小可怜儿，第三个字，林黛玉，王子的对象是谁？王子的对象，公主，对对，第三个，开心了，开心了，公主病，对对对，对了对。
公主什么？公主病，花了。悲痛的，四个字，悲痛的，悲痛的。一拍两散。拍戏盒。对对对对，我。常远太厉害了，常远。我脑子太厉害了，来。知识量丰富啊，四个字。轮儿，你醒醒，轮儿。第一个字儿是笑，笑，对对。第四个字儿，那个口吐白沫。开心，开心，开心的。那个邓紫棋唱过一个歌叫《泡》，像泡沫。对。然后两个人。开心，像是一个成语，像最后一个字是墨，像墨啊，对，不过像如雨墨，哎呀，艾伦猜出来了，最后卡着点的，哇。挑战开始。好，这题撞拐。主拐。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我也斗斗鸡、哎这个、斗鸡。翻跟头。侧手翻。侧手翻是对的。那么简单呢？怎么？两个字儿，模特。朱什么老师，你可以多描述。茂哥，你要说话。台布、梯台、猫布、走台。快了，快了。秧歌。过。猫抓老鼠，喵！汤姆和杰瑞，猫捉耗子，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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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字？四个。狗拿耗子，猫鼠之战，猫鼠同盟。Good morning， 你可以说话。喵！你，杜老师的嘴被封印了。喵！朱老师不用口技，茂哥你要说话，茂哥。喵，吃，喵吃什么？猫吃耗子。抓。又过了。芭蕾。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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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天鹅湖。两个字，祈祷，求求你，祈求，求签，求签，俩字，观音，瑜伽，瑜伽，下一题，仰卧，仰卧起坐。三个字，吃面条。嗯，这么简单吗？你们俩是观众是吧？你们在上面说话呀，倒是截胡啊。两个字，劈叉。什么玩意儿？劈叉。朱老师不是说他用嘴吗？也不会说话。对呀、啊。这都不用我了。啊！印度舞。慢了。两个字。哇塞，过桥。猛哥。
他说这叫什么下腰？哎，好，十秒，三个字儿，碰碰碰，跆拳道，跆拳道，哎呀，你怎么不吭声啊？这五四三，体操，二，哎呀，还有四个字，一。时间到，一直知道，可以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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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一句，其实朱老师您是可以出声的。我跟你说，朱老师，这个真的全靠小童啊。我别吹，茂哥从头到尾就是手势。关键那个鸡叫也没学鸡叫，都没学，他是一句都没说，还是学个别的。呼呼。一个口技演员在台。哎，花花，我们俩这边靠我，你瞅你，你瞅花花，花花铲，嗯，挺好。贾玲你就不错了，你看我们俩那俩去哪儿跟谈恋爱似的，那俩人呢？你们俩过日子的，咱俩，你说说句话呀？应该是我们险胜，差不多。差不多得了，平手吧。差不多得了。这么没自信。公布一下这轮最后的总成绩，赢，行了，咱们赢了，嗯，获胜的是王牌加速队，那嗨，耶，第一轮挑战开始，四个字儿，它是一种武功，它是一个什么武功呢？哈，降龙十八掌，四个字儿，多少个字儿？四个字儿，四个字，对，第四个字是这个字儿，掌，掌，啊，对，第二个字是。嗯，对啊，哈，对啊，什么掌？什么掌啊？你那啥？对啊，对啊，对啊，如来神掌，后俩字是对的啊。神掌，第一个字是盘腿神掌，腿抬高平。我给个提示，花花中过这个功夫，中过，对，全民神掌。玄冥神掌，玄冥神掌，神掌。四个字，浪浪礁，日出，日出什么？东，东，东方不败。哎，东方。不是你们欺负我们这边香港的朋友，说话慢。我们前面全是香港的朋友，根本跟不上。现在可以了，来来来，四个字啊！踹踢打狗棍打狗脚法来啊！哎，如来神脚不对，这是什么？第一个字。踢脚踹，这是几？一。哎呀，一什么？一灯大师。一灯大师。嗯，那是一灯大师啊！刚才，你们好歹做个这个。我刚才我做了，我就一个手啊，我。我有一种躺赢的感觉。Yeah. 下一题来。三个字，铁不有铁砂掌吗？哈哈，铁砂掌。铁砂掌，铁砂掌就不会说出来了。他练这个练铁砂掌的人是谁？是谁？裘千仞。哇，出了，前两个字对，前两个字裘千仞。我姓裘。叫千仞，嗯，裘千仞坐轮椅那个，吐枣核那个，演错了。嗯，下一题，三个字的功夫啊，三个字的功夫，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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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布衫，金钟罩，蛤
兵长。哎呀，你们查点数，你们查点儿。啊啊！哎呦，七伤拳。七伤拳，哇！鹏哥，如果有回放的话，你看一下，你这个哈哈，这后面应该是你比划的是哈哈哈哈，对你比到八了，不是他打的贼疼，而且他拿的也不是拳，不是你得受伤，你演的跟金钟罩一模一样，打在你身上你喝了，我得是第七下时候再伤，不是的哥呀。七伤拳是好像是伤人先伤己啊，我以为前面那六拳是。我小龙虽然不爱试试，但是武功我都懂。好，来继续猜。四战二，一种功夫。我们说了化骨绵掌。等一下，我们说了化骨绵掌。对啊。普通话，普通话再来一遍。化骨绵掌。听不出来。听得像刮骨疗毒。对，我以为讲到了一个三国的故事，所以就判你们错了。好，来最后一题。等会儿啊，四个字啊，四个字。啊！这是什么？玉女心经。这是玉女心经。因为咋的了吧你们俩？再来一遍。一银换银，什么双拳？一银换银，说普通话。我是说普通话。一银换银，一银换银，一银换银。不是不是不是，最后一个字儿，一天。哦，天人合一，天了。好，第一环节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哎，你看，哎，真的一点不夸张，看我哥累得一脸的汗，再看腾哥像没有动一样。就是。好了，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来。我跟杨迪，我和贾玲姐来。来。挑战开始。我们两个人四个字啊。哎。哎，来来来。哎。吃吃饱喝足，我们都各怀鬼胎。漂亮，答对了，来了，我猜到了，但是没来得及呀、啊。就是欺负我们嘴慢。对呀，好，这样我一会儿我们用粤语讲，好不好啊？好啊，好啊。我们用粤语，粤语。棍儿，你的坐姿是否太豪放？这个这个这呀，这个这，这个这，这个这，我们两个人，哼，哼，生气，哼，这个有点，你演的有点太娘了，那要很，哼，哼，哼，分道扬镳，不愁不睬，相望江湖，放情放义。差不多那意思。我是正派，你是邪派；我是正派，他是邪派。我们哼啊，那个什么，那个正邪两，势不两立。哦，好，答对。势不两立。答对了，势不两立。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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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怎么的，压着起不来了那块儿，推不动了。辛苦了，辛苦了。睡着了，来吧，我帮你，帮你。啊！最近咋的了，哥？最近长膘了？不是，我坐的好像重心太靠后了。鹏哥，我一直以为撩不起来那个是我，没想到啊，过儿，让开。好，下一题，四个字。形容那些边边角角的，朋友给我歪门邪教，我就是差不多。小人，小人。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数字。数字，哼！你们这些一刀两断，你们一个，你们这些三六九等，三六九等，三头六臂，三头六臂，三和九是对的，三九是对的，三九九零，三九九零，
乔峰说了一个三十九驴。华哥，你好好说一下三教九流。三教九流。现在最后一题来。王语嫣对段誉，那真是不是说好了配合演吗？阿凡提，我对小龙女对阿凡提真的是，你说去东边，我去东边；去西边，我去西边。跪下，不用。言听计从啊，好。哎，他真的是百依百顺，不对。干嘛我就干嘛，来跳个舞，跳个舞。言听计从啊，好费劲，好痛苦，听你说。姑姑，你猜对了。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对人家太不公平了，就是嘴想出来了都说不出来。心理急是吧？对，这个锣一响就告诉大家还有下一轮，下一轮很有意思啊。文文，你来演好不好？第一轮我要求你切换的表演状态是两个人物之间的啊，一个是东方不败，一个是谢逊。谁面对着距离阻力中，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东一刚一柔。看我们花花不答题也不干啥，就是在这耍帅。哎，第一次花花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造型熬半天了，我怎么还不输啊，还不输啊，啪突然输了。腾哥起步人物东方不败，来先入戏。挑战开始。怎么了？四个字儿。四个字。第四个字儿跟我这个人是一个字儿。独孤求败啊！对了，我对了，你高兴啥呀？我又不是你。我以为是花花。我来下一题。谢逊啊，谢逊。四个字。进入角色。咋呀？啥呀？把自己演疯了？咋的了？哎呀，哎，我怎么突然演戏这么表面化呢？还是东方不败演的好。走心，来走心。凶神恶煞。哎呦，凶神恶煞。哎。好，来下一题。谢逊啊。四个字。这个是什么？猴。这啥呀？龟。龟息大法。龟息大法。花。葵花宝典。我帮帮你，东方不败。第三个字。掏。拉。拉。长就长。扯。掏。花花肠子。天女散花。你天女散花这个是啥呀？第四个字。掉降。第四个是浪啊。浪不应该是听的吗？哎呀那样的那样，哎呀呀呀呀，咋绑住了？哎呀呀，哎呀，绑住了。移花接木。哎呀，不是不是，是那谁弱练此功，那叫什么呢？拉手推花。那他们可能真不知道。那你就下一个，你先说答案的，下一个先说答案。我特别好奇。梨花带雨。什么？梨花带雨。梨花带雨。梨花带雨，你就演林黛玉就好了呀，你演东方不败干什么？你演那个黛，你看啊，他梨花带雨那个黛像薅肠子似的，我寻剖腹都把肠子薅出来了，这怎么了呀？我来下一题。三个字，谢逊。眼可以睁开。狂野啊，这个是什么？这蜘蛛侠呀。这个是什么？兰花指。
最后两个字说的对了，第一个字是兰花指姐，捏花子，哎，正确，拿捏，妈呀，来弟，这是造型好看，好，来下一题，四个字，我真的很少看武侠的东西，那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演。闻狗狗狗看臭臭看闻哇好浪漫呢、啥玩意儿啊啥玩意儿星星星第一个字儿对了我看出来了星星宿大法星宿老怪星宿老怪正确哇好厉害这你都猜出来了小宝狗王四个字四个字我这个德性是什么东方不败你这个德性这个德性东方不败的话我就先演前两个字刚才我演的这个是什么来着带这个呢带头头带头带头大哥我的妈呀带头大哥厉害厉害厉害我这都能猜出来厉害对好来下一题四个字我先演那个团伙的老大啊，哎，好，柯镇恶，哎呀呀呀，江南江南秀气，哎呀，哇、哦，年多微笑的花，哇、哦，没进过，好，最后一题来看看，第二个字是，哇、哦，这啥玩意儿？这啥玩意儿聊斋呀聊斋这是龙飞飞龙在天我让乔大侠来展示一下那一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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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请这个小子是神龙摆尾啊！啊，神龙摆尾。哎，大家看一下，就是过儿，平时你自己站那儿还好，有乔峰乔大哥站那儿，你贼像个三教九流。我突然想问一下，海梅姐，你现在会不会不用周芷若的词儿，让灭绝师太的身份来说？试试吧。因为现场我们是有一个无忌的，来无忌来啊。突然 Q 到我，对啊，你不就是无忌吗？我给你现场找个22年前的无忌，你对着无忌讲，你过来，过来，感觉像个孩子，好听话的无忌啊。这是，芷若，这是，堂哥，我心中有愧吧。哇，老弟呀、啊，切换，啊，切换了，切换，切换。倘若我心中有鬼的，张无忌吓得浑身发抖。好了，还有最后一轮。哎呀，两个小龙女。哎呀，姑姑来吧。其实不用，我一个人就能顶两个小龙女。语言好，语言好。两位呢是人物角色当中的切换，一个很简单，就是小龙女。另外一个要切换的角色呢，其实很难把握，梅超风。好，哦，孙伯伯，这
我只看过《射雕英雄传》，那梅超风我印象特别深。梅超风最特别的是眼睛，对对，他是拿耳朵在判断。对，我看到了梅超风什么呢？他给我最大印象，他就没站起来过，是不是、啊？总是低头。谁？哎呀，对了，我其实我扮演梅超风好了。你先帽子摘了，就特像啊。有点意思啊。啊，找这感觉来演来。好好好。准备好了。开始。小龙女啊，小龙女啊。好，四个字。头两个字是我的，头两个字是我的头发，头发，头发。对对，什么颜色？黑色，黑色，黑色。不是，黑色。它是这样子的。哇！黑旋风，金毛狮王。对啦，漂亮漂亮，我们都厉害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厉害厉害，杨迪。阿凡提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因为小龙女不在那里坐着。哎呦喂！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快点，不让他们走，快快说说说。我现在是姑姑，我是他的师姐，我是李莫愁。对，漂亮，跳吧跳吧，我跳吧。我们还没有坐稳，我们现在连坐下的机会都没有了吗？两个字，跟金毛狮王。韦小宝，不是韦小宝，我要康熙。鳌拜，鳌拜，正确。哇，我一说韦小宝，你知不知道？好，漂亮，哎，下一个，哎 ，KO， 阿凡提太厉害了。几个字，几个字，不让他们坐了，我就直接送他们下去。五个字，一个武功，张无忌的武功。乾坤大挪移，下，快下 ，KO， 厉害啊，厉害啊！五个字，头一个字，头两个字是什么？上面有很多晚上才看见的星星。对，第三个字是一个方向。星星大法。几颗星星？一个方向，永远在这边的北。对，北斗七星剑。反过来。星星北斗阵。北斗七星斗阵。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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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阿凡提，你也有今天。杨迪，你再来。我再来吗？你再来。刚刚失策了，来。对对对，毁在这个北斗七星阵，我对。来，梅超风。啊！五个字，华哥，华哥以前演过一个电视剧，非常有名的。侠侣，射雕英雄传，花花抢答正确。好，答题结束啊。我觉得姑姑明明就是比划的厉害。比划是真厉害。对，刚才一直让人家在那猜。姑姑玩的好开心。最终总比分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人物题开始。别光看他脸，看他比划什么呢？爱嘛。三个字，三个字。转圈圈。花泽类。正确。好厉害哦！都是因为你比划的好，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刚一这样，我就发现是花泽类了。三个字啊。贾玲见到言承旭的时候，第一个字，软。乏。软。软瘫。很脆。脆苏。第二个字，苏大。苏大强。正确。哇！马言承旭好棒啊！谁呀？这是。
这个有点欺负他了，这个。对呀、啊，谁呀、啊？不，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一个要喝手磨咖啡的老头。三个字，第一个字是腰。肾。肾。哎，第二个。包租婆。哇，言承旭好棒啊！啊，我认输了，投降了，不玩了。啊，我也不比划了，我也不比划了，你俩玩吧，他们俩玩，他们俩玩。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哥，哥，你是干啥呀？你们整得我脸都红了。哎。三个字，这人真蛮难演的。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道明寺、啊。道明寺。贾玲更快。我们终于有默契了，朱小天。是我更快一点。主要是他太爱你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啦，你弄啥了？你这是。好棒，有他。没有啦，主要是我们俩那什么。对对对对对对。你别跟沈腾了，你主要看我。我，你看他干嘛？你要有他的话，也是你的福气。两个字 ，ET。这样是多少？这样是多少？一。一。你真，你真棒。另外一个形容词，你真牛。赞。接近了，接近。你真。美帅，我演一下，你可能就明白了。你真是什么？一样啊。差在哪里？差在是我长得丑。一是吧？你真棒。看我往这一站，我很有别扭。不是。我在一静一动，我在什么走？一步在什么走？一走，静走。算是快点吧，行不行？是什么？告诉我们。异形。啊？异形。异形。他往这儿一站很有型。你说升台什么表不就完了吗？嗨，那不没想起来吗？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两个字。哦哦，你猜一猜，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猜嘛，恐龙嘛。你俩聊天呢，我俩演半天，俩在那聊天呢。大黄狗，武松，大老虎，武松回答正确，大黄狗。啊，这轮时间已经到了。演得好厉害呀、啊！合作愉快。啊，哥，哥，你俩做主啊！急不急也没有那么重要了。这题获胜的是沈腾和贾玲。这我都不明白，这以后你万一有老公了，看着这玩意儿，这……哎，不是，你怎么就确定不能是他呀？好，接下来比划的是言承旭、朱孝天，然后有郭麒麟、关宏和沈月来猜，沈腾、贾玲来截胡。你老实点啊，别瞎截。你负责骚扰他。你只要骚扰他，腾哥也就没有发挥了。不用负责，只要他在他的视线内，他就已经被骚扰了。你不用怎么样，你就好好演。我怎么想给他招下去呢？答题开始。哦，这个简单。我们四个人一，对，先看他几个字，一二三四，七个字，七个字，一起去看流星雨。正确。不对啊！哇塞，我这都没拦住你。我嘴多快呀！太聪明了。再来，再来，再来题。啊？这怎么？刚刚同样的答案，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字换掉，一起又看流星雨，正确。哇，我嘴多快呀！太厉害了，
还是同样的东西，一起还看流星雨，一起再看流星雨，但是这是不一样，这次是两个人，两个人，对，两个人。哎，你有没有空啊？一块去看流星雨。哎，差不多了，一起去看流星雨，一同。前面两个字不一样，后面一样。你有没有空啊？什么什么去看流星雨？陪你去看流星雨。约你去看流星雨。嗯，沈月回答正确，陪你去看流星雨。陪你啊。这个我们两个再加两个是什么？四个。四个。鹏哥的答案是四个。你累不哥？我哥在上面演绎出了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F 四，哎，对，正确。五个字，五个字，两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名字的英文名字，他的名字，他叫什么 ？Jerry。对 ，Tom and Jerry。正确。你连他名字都不知道，还在这假装喜欢人家呢？我知道，但我不答，哥。哇，来四个字，四个字。你稍微那什么，让言承旭多演一演呢。对不对？你下来，我就咬你。我都想，我都想替你把他推下去。你不可以这样欺负他，你不可以这样欺负他。你别打了，你打什么？你打，你打什么？你打。哎，这个第一个第一个字，这个心，对，哎，来这里，心连心，心连心，心心相印，正确，对，你在那傻乐啥呢？他刚保护我呢。四个字啊，我们两个人很要好，很要好，我们要上天宣誓啊，当兄弟啊，拜把子，桃园三结义，结义金兰。第一个字是数字，数字三，三，三生三世，桃李桃花，桃花花。三拜九叩，不是，四个字，八拜之交，正确。跟你咋了？你生什么气啊？自己没点数呢？这样，来，王菲，王菲唱过有一首歌，传奇，玄木，四个字，骑着什么？骑着转木马，正确，对。好帅、啊！好，答题结束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到了整个抢答的后半趴之后，山上没有了声音？他们掉下去了。哦，哎，我安抚我哥呢。贾玲死死地摁住了腾哥，就差捂着嘴了。不是啊，我自己放弃的。为什么？我答的我累得我汗都出来了啊！我往旁边一扫。我后半程我就欣赏他了，我看看到底是一个人被一个人，我看看这人到底。我看上天呢，他上天演的真好。你算了吧，你不是刘德华就言承旭，你以为我不知道？没有了，真的，言承旭也是因为像刘德华。俩人互相都挺生气的。这轮由我们的搭档队获胜，耶！恭喜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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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败我们。好，来，我们继续派人出战。谢谢节目组特意给他俩分得开了一点，山上和山下的啊，距离产生美。你要不站那儿啊，贾玲姐？不用，他那个这样能一下就能看见啊。好，这轮是升级的截胡版了，随时抢他们生意啊。挑战开始。什么？小？先看几个字。七。这可以说，花花。你也。嘿。大爷。开封有个包青天呀、啊。他演的是。太监。他演的是。哦，皇上，对不起。皇上也叫皇帝。
皇帝不急急太监。正确。来，下一题。啥子？你来演吧，这。花花，花花，花花。哎呀！啊！熊孩子，起床气啊！演得像一个魔鬼。来，下一题。六个字。植物大战僵尸啊。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六个字啊。啊。这个。哎。躲。哎。闪。这是太阳穴。脑袋。用一个字形容脑袋。头。头。头朵。头头。头头是道。头大。这是一个俗语。一个头两个大。正确。啊，一个头两个大。我。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七个字。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来啊。打了你满地找牙。正确。我不猜了。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不猜了，我不猜了，我不猜了，我就站着好了。不然这样，截胡给你来吧。跟那你下来呀，你也是光说不动。来，下一题。很多次吗？七个字。这么点，你演。第一个字是狗。第一个字。咱俩就演这意思就行，演这意思。来来来，我演那个好吧？你演。狐假虎威。七个字。老虎。虎落平阳被犬欺。就是。好棒啊！各位观众可以仔细观察，陈晓在这个环节当中，他只负责皇帝不急急太监，起床气啊，一个头两个大，抢答嘛，对不对？更积极一点。来，下一题，八个字，八个字，少爷起床了，啊。吃饭了，茶来顺，茶来上口，饭来伸手。虽然我没听清，我听着一片词儿就过来了，但是我感觉你说对了。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饭来你伸手干什么？一有点像。一来伸手，饭来真来张口。正确。你说的那个还算挺勤快的，饭来了还知道伸个手。对。来，下一题。四个字。肾。肝胆相照。正确。小童这儿哪儿是肾？你告诉我。对不起，肝胆相照都能猜出来，我演的这么浪都能猜出来。没有，我发现只要贾玲不骚扰言承旭，我发挥的可好。我是不说话了，我怕那个言承旭镜头太少。没有言承旭的贾玲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来，下一题，四个字啊。苦思冥想，后边。你自己脑补一个特别凄惨的一个音乐在后面。难兄难弟，正确。陈翔，你参与一下吗？十五秒，还能拼一个。四个字，两个人物，这俩人物之间有一些渊源在哈。打我。啊。这俩人物之间有一些。渊源在哈，打我啊！是三国时期的，
周一大黄盖。好了，这轮毫无疑问，王牌家族队答对的更多。毫无疑问吗？朱孝天答对那么多。接下来呢，玩一个不一样的玩法。上来表演的人需要观看一个视频的片段，合作模仿表演片段当中的人物情绪和动作，但是不能说片中的台词，只能用拟声词来表达，然后猜的人要猜出这是哪本剧。我聪明吗？表演的是花花和麒麟来比划，加油加油。小童，然后陈晓、沈月和关宏来猜。靠你了，靠你了，靠你了。看的剧太少了。好，准备就绪，请戴上耳机。陈晓，准备好了，嗯，请看片段。喂，秋雅吗？我袁华。哦，这个，我想问你，很简单啊，这个简单，是啥呀？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我怕夏洛误会。好，开始表演。表演。哎，干嘛？哎呀哎呀哎呀！嗯。哎呀哎呀哎呀！砰！砰砰砰！砰！啊！啊！哈哈哈哈！哎。烦恼。哇！陈晓说话了。他说话了。什么是真的吗？陈晓说话了。陈晓开口了。陈晓说话了。刚才这一幕像不像我们唤醒了一个植物人？我都白跪了。那个麒麟旋律不能哼了哦！不能哼啊！你就差把那演出来了。你第一句是喂，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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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来，请继续戴上耳机，请播放片段。你姑姑自己做的好事，她自己知道，简直是不知廉耻！你竟然敢动手打我！表演开始。戏没对上。哦，《射雕英雄传》是吗？《神雕侠侣》哦，《神雕侠侣》啊，答案是《神雕侠侣》，角哥答对的。陈晓，你不要让我误会好不好？刚才我站在你身边，你都没有这么强，不光自己答对了，还帮助了朋友，还让小童说故意气我的呗。还有一题视频题啊。请放片段。娘子，夫人，娘子，娘子，放开我，夫人。这个两个人不好演吧？这要演出那种氛围感来哈。放开我，夫人。表演，开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吗？陈晓回答正确。太上来了，太上来了。怎么看出来是新白娘子传奇？是那个
片头他们那个拉吧，把他许仙白娘子互相拉过去，他们的娘子相公。对，就是那段。植物人恢复得太好了。植物人在植物期间没少补电影。躺着啥也干不了，只能看电影。这轮3-0，王牌家族完胜。哇！最终的总比分，王牌家族队获胜。接下来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王牌对王